来宾，欢迎你哋嚟到参加今晚嘅婚宴。为咗阁下嘅安全及舒适，敬请留意以下嘅示范。为使大家可以尽情享用晚宴，我哋建议阁下将腰带放松，以防止有爆胎嘅情况出现。另外，由于今晚是洞房花烛夜的关系，今日的晚宴是严禁灌醉新郎哥的。假如阁下想畅饮一番，我们的顶酒专员会很乐意陪你。今日的晚宴是严禁吸烟的，一旦被发现，最低罚款为美金1000元作为人情。多谢各位宾客的留意，谨祝阁下有一个愉快的晚上。最后，我们衷心多谢今晚出席的所有来宾。好啦，我行得啦。系，补补粉先。唔挂住补粉，够晒钟啦。大家睇薯片先啦，我哋好快出场噶啦。你又走咗去边啊？你舍得出场未啊？个个都饿住等你噶，啲女人真系麻鬼烦噶。哎呀，唔好嬲啦，老公，锡锡。Stay